虎扑12月28日讯，今日森林狼以91-127不敌湖人。赛后，森林狼官方更新推特，晒出一组球队新人杰登·麦克丹尼尔斯的赛场照与球迷分享。NBA 守旧狼，森林狼官方在推文中写道：全场比赛，杰登·麦克丹尼尔斯出场8分钟，得到6分1篮板2抢断1盖帽。杰登·麦克丹尼尔斯是今年的首轮第28号秀，身高 2.08 米，司职前锋。